竞赛组报告，即将进行男子39岁组双打晋级决赛抽签，林中志、李全志、梁胜大、余梦如、叶硕如，请至竞赛组准备抽签。竞赛组报告：男子49岁时，杨正明、朱恩良，请至第四场地。竞赛者报告：2:45赛程，男子49岁组双打林正伟，请至第五场地。詹宇海、杨敏、林湘妮、大智荣荣。Woo!
竞赛组报告：女子50岁组双打，大智荣荣、陈淑黎、谢翠如；荣荣队庄翠玉、林阿柱，请至第一场议。三步五十，陈爱维、刘秀琴、凯迪、于美凤、吕爱如。竞赛组报：男双，联合国中，林中志、吕全志、